7月17号，广州亚组委正式宣布 EF 音符教育成为第16届亚运会语言培训服务供应商。我个人觉得广州的英语环境是挺健康的，因为广州作为一个贸易啊，还有这个贸易为主的一个城市，其实市民其实他们的这个语言能力基础还是不错的。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，约60000名赛会志愿者和亚组委工作人员将接受 EF 音符提供的英语培训，为即将来临的国际赛事做好充分准备。
We'll be right back.